第八个问题，就是夫妻不断阵营是否能往生？如果没有贪爱，就会往生；如果还有贪爱，就不能往生。关键在这个地方。为什么有贪爱你还不愿意离开呀？你这个夫妻还断不掉啊，还在留念呢，那怎么办呢？来生再做夫妻吧。你还能往生吗？你不能往生了。所以关键在此地，就这个道理一定要懂得。